欢迎收睇时代足球总会发月组联赛 All In You 对豪粉联嘅蔡精华。今日先开波咧系绿色衫嘅豪粉联啦，而 All In You 就着住粉红衫。咁见到豪粉联嘅角球，找到尾柱一顶，顶翻去远处位置，又揾到队友再加多一球，不过唔上啊。之后呢边大脚斩上去，个波打弹地，边个立到咧？唔系 All In 护到个波咧？就攞翻豪粉聯腳下扎個度，咁樣都要射入喎。呢球安英旭係咪有少少輸孤寒咧？我即刻將個波解圍。入波嘅咧就係劉志豪啊，個波打彈地。其實呢個時候咧，安英旭係有機會解圍嘅，但係最後咧俾劉志豪搶到個位啦。咁啊扎個度射翻個彈嚟底波啊！豪粉聯領先1-0啦，而家咧就見到安英旭嘅攻勢。你腳遠射，力水爭緊少少啊！對面門將好輕鬆啊，攞腳立實咗個波。咁啊，嚟到下半場咧，就輪到 All In You 開波。呢邊豪粉聯大腳斬上嚟，今次立都唔立啦，直接射埋去，過唔到對面門將。再球嚟自安旭嘅，打入去前柱頂到嘅，見到個網有喐，但係咧其實係頂咗網質嘅位置啊。呢邊安旭攻勢，分到右邊拉到角度射埋去啦，但係對面門將都知道喺呢個位，但係有少少甩手啊呢度，以為拉定冇問題嘅，點知咧甩手製造咗個險象啊！好在豪粉聯嘅守衞將個波清走。再呢邊安旭。吸翻埋左腳位，再勁射埋去，都唔好對面門將十指關。罰球嚟自 All In Youth 嘅，一射埋去，有隊友喺龍門前面嘅，但係都把握唔到啊！之後呢邊點做？分尾隊友推翻右腳位置，推術再射埋去，散到對手嘅呢邊豪粉聯即刻解圍啦！解完圍，球證都吹完場，之後豪粉聯贏1-0。